过敏，过敏，过敏！一听到宝宝过敏，妈妈就开始焦虑。妈妈们，冷静啊！快让儿免疫学会请到的四位明星医师传授你正确抗敏观念。什么？喂母乳时，妈妈不需要忌口？喝对配方奶，宝宝内建抗敏金钟罩。妈妈们想帮宝宝预防过敏吗？快点进来，马上教你轻松做。